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套猫装系咪好型仔咧？同埋系咪有啲熟口熟面咁啊？今条片就分享一下点样整呢套装。呢套机械动物猫防具其实系 Monhunt World 同 Horizon Zero Dawn 嘅合作活动嚟嘅，不过大家要留意翻呢个活动咧系 PS4 独占嘅，其他主机咧系冇噶。想整呢套装咧好简单，去接活动五星荒野教诲呢个任务。任务目标咧系打八只孙翼龙嘅，地点系斗技场啊，所以唔使跑地图，入到去立即开播。同场仲会有一只原料，不过唔使担心，呢只原料咧唔使打嘅。事实上咧，佢仲系你嘅好帮手添，因为佢会帮你将天空上面嘅孙翼龙咧闪落地面，所以近战嘅玩家咧都可以放心打仗。顺便提提大家，呢个任务咧亦系前期打钱嘅一个好地方啊。如果缺钱，咁就打多几场啦，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噶啦。嗱，报酬咧有一个问号图案嘅，呢一个好重要，千祈唔好咧唔小心卖咗。就系特殊任务素材机械动物的镜头啊，每次咧会随机出一至两个嘅。攞咗佢，我哋就翻去据点嘅加工屋。喺整套防具个选项度咧，就可以见到呢一套猫装啦。一件过嘅，冇分头同身。要两粒机械动物的镜头，另外咧仲有把武器嘅，又要一粒 ，total 三粒。咁一般嚟讲咧，打两场就搞掂噶啦。最后有一样好紧要嘅嘢要提一提大家，呢、這个活动咧系期间限定噶，日子咧系1月26日至到2月8日，过咗就冇噶啦。如果仲未打嘅就要快啲打啦。其实官网咧都有个活动任务时间表嘅，建议大家得闲去睇睇，可以跟住嚟打。当然仲可以订阅我 channel， 嚟紧有好嘢我都会出片通知大家嘅。睇完揿个 like， 下条片见，拜拜。